我以前是我的朋友，这个今天能够有机会用梁祝来跟大家见面，我感觉到很高兴。我也非常感谢我那个朋友， 他是piano master的老板， 他赞助了这个非常好的钢琴， 这个钢琴是捷克出品， 卖价是10000多块， 可是他为了要我好好的演出 这个梁祝， 他就这么慷慨的就借过来了，所以真希望今天我们这个演出能够给他一个感谢，给他写封信好不好，或者是写一个什么那个东西啊，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这种赞助真是非常感动人。这梁祝呢，我是非常 喜欢的一个作品，
那么钢琴版本呢，我一直在找，但是呢总是找不到。后来我想想，还是自己来吧。后来呢就找了一些资料，然后呢就这么弄。我想他应该还有改进的地方。谢谢大家。